为了传扬圣包斯高神父的精神，圣包斯高慈幼协进会圣母无原罪中心连续第五届筹办施展艺能高才进演2017，目的是为了鼓励青年人奔放发展，欢度喜乐人生，展示美好，发挥所长。今次活动的初赛和决赛分别在7月9号和16号在月华小学礼堂举行。决赛入面18组的参赛者表现非常积极，当日比赛的形式亦都很多元化和又精彩，有钢琴演奏、舞蹈、创作歌曲、武术、花式摇摇等等。大会一共颁发多个奖项，包括圣包斯高大奖和新增的人气大奖，同时亦都颁发5个优异奖和12个优良奖。